我曾经也有个朋友，刀锋意志。刀锋意志和你没什么关系吧？你懂什么？那一年，他是吧，我也是吧。朋友，我们一起去找回自己的爱吧。召唤师峡谷的战斗刚开始就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。英雄们不再是你坑我，我坑你，而是奔着一个目标在奋斗。顺带一提，我其实是可以拯救他们的。卡特琳娜，我 OK， 行了，直入正题。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。你凭什么呀？五秒难。我蛮三刀手持神圣之剑，可将你破之。不服来辩。变个毛线呀，上来打呀， solo 啊。蛮王去吧，我在背后支持你。盖伦，你说实话吧，对方是一灯大师，我心里还是很虚的，但是一起上呢又太损我蛮三刀的威名。这不一起上嘛，咱们这次就输定了，你真正的首胜也就没了，这卡特琳娜呢也就不再会回到你的身边了，这让兄弟我左右为难呢。扯那么多蛋有什么用？一起上啊！那好，我先上，蛮王切入。哎，事到如今，威严还有何用？盖伦兄弟 hold 住，我来了！一刀，满一刀，满二刀，满三刀，三刀已出，你已经死了。你以为这是在拍动画片呀，混蛋！打不死啊，那我就无计可施了。要打打我！你是个坦克，打你我傻呀？哎呦！我擦你！布迪斯，你背叛我们了！咱俩都很硬汉的，能不打了吗？谁是我主人？我为谁效力？如果你的主人是你自己呢？我早已有了自己的生命，却被人当作机器人去陪着。我代表英雄联盟德邦总局，授予布里斯永久的自由。从现在开始，布里斯将作为自由的英雄加入我们英雄联盟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家文都在你背后。你个叛徒！一点点自由就被收买了，我废了你！妈呀！哦，妈呀！与其漫无目的的杀人，不如认真找回自己的爱。你个卖裤子家伙，能不恶心我吗？是你们逼我的，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敌。那个叫剑圣的混蛋说，只有你站着，他们才能站着。盖伦，硬骨头，傻小子，我看好你，你还有一种力量没有爆发出来，那就让兄弟我在这里为你撑起五秒，仅仅只有五秒，告诉他们，我们都是英雄。盖伦，我们也快站不住了。希望你能代表我们德玛西亚，代表自由和美好的爱，上吧，德玛西亚之力，德玛西亚正义！我勒个擦，被这么狗血的一击打败了！他也是英雄，谁去爱？我来爱。我带来了最新的义大排行榜，大家看看，武器大师荣登第一榜首。啊，我也有爱了，我终于也有爱了。什么鸟排行榜？伊泽瑞尔娱乐英雄排行榜。好吧，国际惯例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卡特小姐，我来救你了。谁要你救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就是个傻蛋！不伪装成老娘，我凯南怎么能跟姐姐一起走呢？你们这些菜鸟，不懂得哥的内涵。第一季度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结局是美满的，
艾希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所以现在打酱油去了。嗯，我只想说，盖伦，你坑我。哦，嗯，嘿嘿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哼，小云说好，这局让我生气的。啦啦啦，我去呀、啊！